有啥物误会啊？不无啊，有啦。你安怎所在？我要甲你去叫阮两个人洗哦。你酒瘾大醉，所以流出的血迹，可能你袂记这个代志咯。哎呦，医生啊！医生，你酒瘾大醉，五脏中阳，低寿中年，爱因你夫人一个公道啊！哎，妈哟！你是谁？五脏中阳有关？好，你夫人，你凭我先天五力之外，然后你亲身进阴间，行你公道啊！这个。花人可凭化解一切啊！